我同乡会全国一致，不管是中华民国创会，还是各县市同乡会、教基金会、同心会，拢是目标一致，为咱故乡啊，这个号出来拍拼，一支草拢要提上来故乡造势，来咱做咱张乐先馆长的后盾，张馆长乐先做起非常成功，拄啊伊讲咱的政策，阮哩我同乡会非常肯定。这次的冠名奖学金、啊、真的是非常感谢我们云林乡亲、啊、在我们谭董事长的领导之下，大家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大家共同、出资大概将近、上千万元，总共产生了310个我们的、这些同学、啊、能够得到这个奖项。我们总是希望他们能够、饮水思源、啊、今天帮助人、得到帮助，就像我过去一样，我也得到这个相关的奖学金，才帮我求学。那希望他们长大成人就业之后啊，学有所成，能够贡献社会，这是我们共同的期许。所有军人吼，同乡啊，你我在同乡啊，无论是伫外地头每一县市咧拍拼吼，但是呢，心肝拢想着咱军人官啦吼，啊，因拢事业有成吼，啊，搁吼啊来回馈咱的地方吼，所以我真感动啦吼，啊嘛真感谢啦吼，啊，今仔我带领着吼咱的团队啦吼，啊，县政府团队啊来欢迎，啊嘛表达感谢之意啦吼，啊，希望陆陆续续呢，啊，咱所有军人同乡呢，搁继续关心军人，啊，咱吼大家同心合力共同拍拼，啊，发挥咱军人人的精神。团结一致的吼。